今天要为大家演示的是智能风扇状态侦测。此示范案例可以辨识五种风扇状态，分别为低转速风扇、高转速风扇、静止、撞击，还有风扇异常。此数字类别与风扇状态对应关系可参考投影片。现在画面上显示四代表是静止状态。开启低转速风扇状态即会显示类别为一。高转速风扇状态即会显示类别为二。撞击则会显示类别为三。再来制造风扇异常状态。即会显示类别为五。此示范案例到此为止，谢谢。